相片，想起孙仔甲囝儿，当时都转来看伊，风风雨雨孙来秋去，点点滴滴是记忆，故乡的生活已关系，若要欢喜上好有你。进步较少啦，而且今麦对外面的刺激嘛，已经有感觉。安尼，这个算讲是好消息咯。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啦，也不过今麦上场的是后边的照顾。阿妈是毋是真正清醒，真正在看后边的照顾？啊，咱今麦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就是甲阿妈带回来做照顾，啊，第二个选择就是留在病院。你看，我当然是希望阿妈能回来厝的。我知影啦，这边照顾伊哦，是一长时间的工作。这么既然伊对外口的刺激勇敢甲无反应啦，我相信伊若是知影咱大家拢陪在身躯边咧照顾伊，一定足欢喜。安尼反正也没有，你好，我过来见。是啊。我咪再寻爸讲呀，阿妈等伊出来，咱大吼嘛较好照顾伊，阿妈嘛无多感受着咱对伊的爱，安尼一定肯定好个。是啦，我相信妈伊会到迄段咧厝的。好啦，假使讲阿妈若带转来厝的，若是安尼，咱大家就较辛苦呀。这毋是问题啊，我会当甲秘书的工课辞掉，专心照顾阿妈。真好。就多谢你嘞，今朝你有心来照顾阿妈。阿妈这么疼我，照顾伊嘛是应该啊。好啦，既然大家想法拢跟我同款哦，那咱就决定将阿妈带回来厝内。好，佳敏啊，来厝内的医疗设备还佮有居家照护准备工课，来麻烦你啊。爸，你放心啦，这代志吼，我佮小静会处理好势。假使阿妈回来厝的，假使有人有接受，万一真正真实，讲出真相是安怎？小静，我反对，把阿妈带回去厝内照顾。你先从安尼讲啊。大家莫误会，我只是感觉阿妈留伫迄病院，有人照顾伊，安尼比较较好。就算讲出来环境搁较好。也无可能比照护病房搁较周全。那话虽是话，我甘愿让阿妈留咧病院，让搁较专业的医护人员来照顾伊。阿妈好起来的机会嘛搁较大。我知影大家拢真唔甘阿妈，啊，不过这也毋是别人的病院啊。有佳敏伫咧遮，大家搁有啥物好烦恼的？大家应该较理智的。我唔是嫌大嫂无法度好好照顾阿妈，啊，不过若是有法度，让更较专业的人来照顾阿妈，安尼唔是更较好？其实你所讲了就有道理的，
长期照护是一件足专业的工课，不是一下就会晓的。那恁的分析嘛，不是不对啦。刚刚小金甲宝儿讲了无唔对，啊，不过较顾虑是阿妈安怎想，阿妈敢会想要伫住伫个病院，也是等去咱温暖的厝。哎呦，阿妈一定希望讲咱会当陪伫伊个身躯边，唔是逐天来病院看一两点钟尔，甲冷冷清清的病院比起来，阿妈一定较介意老人。是啊，我刚刚正好讲了无唔对。阿妈以前拢就爱闹热嘞，伊若住伫个厝，有咱家个子孙啊，伫伊身躯边，伊一定会足欢喜个。我知影阿妈住伫个病院，会当得到足完善医疗照顾。啊，不过我感觉要让阿妈好起来，干那靠药也是无够个。只有让阿妈感受到咱大家对伊个爱，伊才会当倒来咱个身躯边啊。所以无论安怎，我希望咱甲阿妈才倒来厝里住。我会好好照顾伊，一直到伊好起来为止。我相信这嘛是妈所希望的啦。好，我完全同意您所讲的。我要改变我的决定，咱就将阿妈找人来出来的照顾，啊。好，等阿妈回去了后，我会好好发挥我的护理专长，照顾阿妈。我嘛会甲大嫂跟宝儿轮流照顾阿妈。啊，那暗时吼，都我甲哥来照顾阿妈啦。虽然讲哦，咱真无意嘛，阿妈出代志啦。也毋过嘛，因为这件代志，所以我看到咱大家变啊这么团结，这么和睦。我相信妈若是知影吼，咱大家这么关心，伊妈一定会更加足安慰的。因为这都是伊上加想要看到的代志啊，所以真正希望妈会当赶紧精神，亲目睭看到，咱大家才能团结啊。我相信一定无问题啦，妈面对困难一样拢足乐观的，咱应该好是妈的精神，无论安怎，拢爱用笑容来面对，好吗？当然啦，阿妈的个性哦，绝对无希望看到咱这做事实哦，安尼摇头革命。为安尼痛苦烦恼，所以咱大家来都要振作起来，咱做家己的工作，啊，做伙为阿妈加油，好，我相信阿妈，伊身体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，啊。你若是愿意来替议员做伙过生日，让伊感受到爸爸的温暖，我相信这一定是伊给你上好的生日礼物。袂用的，我若是过，唔就代表讲是我唔对，性急才着想，安尼顶多让人看不起，我袂用对因啰软的。生日会会场，两个演什么样妇女大和解亲情大戏啊？去生日会，安晨曦蛮贵，绝对袂当回个初前去愈行愈好。永仁，拄好甲伊讲话时阵，态度外扬的，讲什么我将心比心啊，讲什么我无良心啊，够小白。好佳哉，迄时阵我巧啊，记得头壳疼，有散一下初前去的注意力。
是讲你愈来愈厉害呢，啊，你演的智能腿啊，搁走火哦！哦，你就才调演啊，我真正是有天分。是讲你这句话，那听起来不是在搞恶路啊？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是恶路啦！意思讲你等一下，快看你表演。啊，爸。林静，你那啥会来家？阿公，我讲这个宿舍真正有够大，足好耍的嘞。度假有足侪人哦，跟我拍招呼，我袂输跟公主同款嘞。微微，你的阿公的心肝内本来就公主啊。林静啊，啊，你无到厝休困，外口遐尼冷，你来家从啥去啦？微微就想讲想阿公啊。要来阿公上班的所在咧看卖，伊得如何如何赢伊，就只好带伊来。阿公，我最想你的，今仔我要甲阿公哦斗阵上班，才做下班。喂喂，阿公要去办代志，我好用钱陪你，你也乖听话吼。爸，阿姐，伊会唔是下班啊？白工做一顿哦。啊，是讲你要参加姐姐生日会。阿公，你要去找花皇后，阿公小矮人哦，你不爱陪我，你不爱陪我。啊，阿公是先离开了，两面都倒转来，哦，乖。啊，喂，你乖啦，哦，阿公吼去办迄大人的代志，先处理一下，等下。我爸，我爸顿嘛吃苦呢，姐姐是亲生查某囝，无话通讲。不过这姐夫呢，对你态度啊歹。卖讲是讲一句话啊，我连见面都无想要见。啊是讲，爸要趁这个机会给伊洗面哦。我陪你做伙来，我会当替你道公话。免啦，我唔是要去跟伊见面啦，我是要拜访一个老朋友啦。安尼哦，哦那安尼爸做你无用啊，你放心，微微我照顾就行啦。微微乖，哦阿公你无用。你莫用安尼，甲阿公咧生气哦。阿公无爱插微微，微微嘛无想要插阿公啊，阿公受疼啊。微微，微微，你莫安尼啦。哎呀，微微，哪会当安尼甲阿公讲话？阿公上疼你。你乖啦，我带你转来厝的，我买糖啊给你啊，哪吃糖啊，哪等阿公转来，安尼好不？我袂，我袂。喂喂喂，继续丢。我跟你小叔讲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姐，那，微微，永进啊，阿伯连咪哦，看微微爱什么物件，你带去买什么物件啦？微微，你要听永进的话哦，阿公来办大事，若办好事，我会随到顿来陪你一道，吼。这蔡清溪明明就是要去找蔡芳萍，哎呀，蔡芳萍遐尼啊重要，不过我那三下拢无效，我行了才赶紧。虽然甲蔡芳萍赶离开这间厝，啊，不过要甲伊赶离开蔡清溪的心肝内，我用淡薄仔保守。这阵嘛，爱较注意。叫我吃饭，哪会到这晚袂来？这个单人哦，单人哦，我们就爱靠有耐心嘞，因为你的白马王子哦，两米就高啊。小安，你也伫遮，啊，这是。伊万，我知影你一定最好奇的，啊，不过你若甲我问，我嘛袂甲你讲。而且你今日袂当生气哦，因为今日是个最喜气的日子哦。
是你讲啥，我哪拢听无啦。这就是你讲的白马王子哦，他不是我的菜。哦，当然不是啊，我哪有这种福气哦，娶到宜兰这款好太太。啊，是讲哦，这种不要紧啦，因为我拢知影，宜兰已经嫁到一个好翁婿啊。别讲。我哪有这种福气哦，娶到宜兰这款好太太。啊，是讲哦，这拢不要紧啦，因为我拢知影，宜兰已经嫁到一个好翁婿啊。讲。全台湾，剑桥有几场听无？阿婆。生日快乐！今日是我生日哦，我家己拢袂记哩啊。啊，你做议员才无用着，规天赶摊跑行程，徛台做公益。我做一些安哦，大家读书，我最想要叫遐选民哦，卖个票转互你，敢要害我？议员，你看阮队长吼，偌尼啊疼你，家己安尼笑咪咪呢。是你，昨日咱家己食一下饭，我那就敲电话叫伊来，佮伊讲遮，安尼就歹势。我昨日啦，人生较闹热啦。对啦，伊话你无过昨日，我就无法度食遮好安尼。你意思是讲我平常时候你食真歹啊？无，我毋是这意思。我意思是讲，你过生日，然后我会当沾你的福气，物件就变得更加好食。哎，我先警告，今天卖讲些感性的话哦。阮某你机会哦，虽然请白白，阿妹绝对哦做感性，来讲些感性的话哦，也眼泪流不停。多谢恁大家花时间来。哎，队长，你快莫调调笑袂生哦。哦，对哦。老婆，生日快乐！周家丽，感谢恁大家，今日陪阮老婆过生日。啊，我今仔日吼本来要台跑车，人家选景哦，甲滚汤舞遮大粒，啊，阮信义区啊，订三栋豪宅。不过吼，我赶上时，所以吼，就邀请你的笑声吼，啊，陪阮老婆过生日，啊，会开心快乐。生日快乐！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你不要支持我。人讲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要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。我答应你，我会靠自己，我会靠打拼。后摆我会做个警政署长，我不想要看伊这痛。我要照顾你，我要照顾一世人，陪伴一世人。我来，我来，海神，我迟到。哎，正有代志，你搁迟到？我咧等家人搁做好啦。宜兰，替我家己做，生日快乐！多谢你，来，寿星就位。多谢恁大家，
今年的生日真正足特别嘞，较早的生日拢是伫咧厝诶，食一个猪脚面线。今年哦、喔，我甲大家好朋友伫咧餐厅切鸡蛋糕，虽然无同款啦，也毋过有恁遮朋友陪我，我着足满足呀。你打电话阿月，问看伊丈人伫咧倒，敢有要过来？我卡过啊，院长无讲着伊完的生日，而且院长今日足无闲的。是，多谢你安排。啊，不过你千万唔通阁讲要送我礼物咯，因为我无需要。我敢那希望，咱阿公婆会当做咱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你无需要做大官，因为我带你求婚的时阵，不知你有迄个能力，会当照顾我一世人。你敢知影嫁乎你哦？比我做议员年龄较快乐呢。议员一任哦是四年，啊，不过嫁乎你，你伫我身躯边是一世人。幸运，多谢你。好啦好啦，阮头先知影恁两个感情足好诶，啊，毋过咱即卖是毋是要赶替寿星唱生日歌，互伊切蛋糕啊？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希望在场的朋友，拢会让平安快乐过一世人。第二个愿望就是吴信义，你以后袂当一个人走出去，爱在我身躯边一世人，不可以背叛我。第三个愿望，哎，小蛋姐，第三个愿望袂该讲出来。第三个愿望，我希望爸会当来陪我过生日。生日快乐！以前过生日哦，一定拢会滴的，蛮快意完，即摆标兵笑笑，心内一定足艰苦。记得阮爸今仔日真无闲啦，不要紧啦，有恁家的朋友陪我，我就真快乐啊。对啊，恁大家爱吃啥，尽量点，我请你。多谢宇文，多谢宇文。恁伫遮等我，我先去洗手间一下。家己无注意到音量，叫伊完听着啊！别紧啦，就算伊无讲，王伊嘛是讲我哩厝内因爸爸。Thank you.
来帮我过生日的对不？遐尼济人在替你做生日的，敢差我一个心？当然嘛有差。我生日的时阵，上希望听到你对我讲生日快乐。我是你的查某囝，我的生日是你给我。我拄则伫咧内面，还搁伫咧想，希望你会当来陪我过生日。愈想就愈艰苦，想讲先去洗手间，结果看到你徛伫咧外口。你就心歪对不？你拢来啊，咱总会入去吃饭好不？你是要叫我入去哦？信义甲我就行了。爸，信义唔敢佮讲话，惹你生气啊！伊就敢教我讲做大事这原则啊，伊有啥话唔敢讲？我这个查某囝。自细汉到大，拢听我的话。即摆为着因人，竟然歹伫我这个老爸。我当初是安怎将你嫁予姓李？我即摆愈想愈后悔。爸，你敢袂当替姓李小想一下？其实伊对你嘛真友好啊。伊所做的代志，你嘛拢有听到，拢有看到。你即马唔免替伊讲好话啊！我袂改变我的想法啦。好啦，爸，大家拢伫内底，你入去坐一下啦。趁我生日这个机会，你甲信有啥物无欢喜，拢甲淡定好不？专工来，我是对这经过。你当为着你阿公，倒入去饭店，让阿奶娶家的大门，以后你也唔免入来。顺路经过，看到咱咧做生意，伊根本啥物拢唔知，一定会骗你的啦。我有甲伊讲，阮会伫咧遮替你过生日，伊一定是有想你，想要看你，毋才会专工走来。啊，毋过看到你又阁毋肯落软，才会讲伊是顺路经过。啊，毋过伊拄则都生气的。今天是我的生日呢，你怎会对我讲这种话？你先莫艰苦啦，啊，你嘛知影人在生气的时阵讲的话要哪会好听？我相信局长，伊即马心内一定嘛足后悔，嘛感觉足艰苦的。啊，你看，迄天我伫建材局拄到的时阵，
伊嘛是叫我爱加关心你，加照顾你。只是哦，伊爱面子，唔才会拄到你，啥物话拢讲袂出来。咁真实嘞？当然啦、啊。虽然讲二舅伊话无讲出嘴，但我相信伊对你的关心，你已经收到了。卡笑的啦，今仔日生日呢，阮弟做蛋糕哦，超好食，超香，紧来吃。小蛋糕，来来来，来，你等一下呗。我呗。你吃个酒。来哦。夫妻树，只要阿婆来这所在，因就永远拢袂分开啊！就像这两丛夫妻树同款，你家差袂来遮，我无答应要娶你来，也毋过我都要娶你来，你对。开一间五星级的卤味店，我会帮忙出来对到做导游。你还佫讲要去真侪国家，只要若去一个国家，你就要生一个囡仔，迄囡仔名，就用迄个国家的名来好。来兰岛，就有真侪人到做导游。明仔就明天，无人去顺道呀。医生，现在你唔等我，你明仔还阁有足多理想还未去完成。夫妻树像你遐小的愿望，我都无法度替你完成。你得走。都是我唔好，是我无好好照顾你，才让你遐早就离开我。以前。我什么愿望拢替你完成。现在咱的姻缘遐尼啊短，会记你最后一面。跟你讲最后一句话，机会都拢无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老公，麦克，对他这块就港口哎，你有一点么时间，我一姐让恁亲戚。昏迷这段时间，你一定拼死拼想要活落去。你一定想要见我最后一面，对吗？
虽然到最后，你也是无做到。不过我知影你已经尽力了，我总算会当见你的一面，总算会当把你带回来厝的。李轩，你也放下，放下所有一切，你就袂阁痛苦。从今麦开始，你就自由，爱去对，都去对。我替你欢喜。是啊，是我无好好照顾你。我希望后世人，你会当给我加倍机会，我能继续做翁母，会当给我牵你的手，平平缓缓，一直到白头偕老，就像这两张夫妻树同款。想到无法度把咱拆分开，烦恼大兄的，我即马打电话甲小安讲一下。唔知影我蔡先生去找蔡方平的结果是安怎呢？是讲伊那形容这个时阵叫你带我来找律师啊？敢会是我嫁千金这个代志已经撇空啊？那呢，咱就害啊啦！老公惊啊，紧来落跑啦，紧来紧。不不不不，卖家己咧去惊家己。既然来到这，咱来看卖，快找咱到底什么代志？算啦，阿公刚签一个重要文件啦。嗯。阿廖爸，那恁找我来律师家上什么代志？恁的生活，啊！我今麦甲律师签这文件，是对外财产内面半截的归恁那边。安尼以后，恁就免生活烦恼啊。
即马甲律师参这文件是对外财产内边半截归恁那边，安尼你以后恁就免生活烦恼啊。是啊，我。伟伟，我讲伟伟，你听有心。啊，你三次用偌济？我唔知，迄下我老师无教，啊，毋过伟伟感觉一亿敢若足济呢。阿公，迄一亿是有几个零啊？唔知啊，这一亿哦，后壁有八个零。哇，这么侪钱哦！阿公，你要让伟伟这么侪钱哦？是啦，这是阿公的心意啦。阿公哦。公会要照顾恁一世人。爸，多谢你今照顾伟伟、如林也够我。不过，这个代志甲姐姐有参详过，你看我答应。是我家己的钱，那就经过你同意啊。爸，你卖生气，我无迄个意思啦。我只是无希望为着阮的代志，和你甲姐姐搁起冤家。啊，毕竟哦，这条钱啊大，我烦恼姐姐。这你免烦恼了，我已经交代律师啊，这一亿哦，摕去信托，啊，你每个月哦，再对内面摕20万出来，啊，那呢，你甲伟伟、甲如林，大家生活应该无问题啦。交信托管理哦，一个月领20万。安怎？想小心，你也知影的。这么少年人在外口咧打拼，一个月嘛才赚22K尔。这20万，因要赚多久才有法当赚这多钱？那真正是吼，比顶天还搁难呢。那你误会了，我无迄个意思。而且，你拢为着阮设想，我感情拢袂好，只是我想着未来。你看我这情形，这不是一两天就会好的呢。啊，未来医药费可能愈来愈贵，那搁加上拄恁哦，伊要上课也费20万。真正惊有够济，恁免烦恼济啦，这我拢替恁想着。你若真正有需要呢，你就到时哦，手骨贴来，实报实销，啊钱的代志恁免烦恼。有爸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有我伫个啦，只要你若好好照顾伟伟吼，钱的代志恁免烦恼啦，哦。多谢爸，阿伟伟，万岁多谢。阿公多谢，那安尼我是会当出去耍啊。阿公再见。再见。既然找什么信托管理啊，安尼一个月只会当开到20万块，啊20万会当创啥？连一个名牌包包拢无法度买。我本来想讲蔡阿琴家做大方的，想袂到原来嘛是一个小气鬼。你蔡阿琴家常常佮我讲就可以蔡方平的，我看是无影的。蔡方平建业信托又放伫心肝内，我看咱爱另外佮想办法为伊变高钱出来。哎，啥物行去倒啦？遐啦。老婆啊，你确定你买的这什么香氛瓶哦，敢真正对咱人好啊？你唔知影咱呼吸的空气对身体有真大影响哦。我买这个香氛机啊，个香氛精油吼，阿妈休困的时阵，咱搁较舒适。等下我搁要来买净化心灵的音乐，阿妈情绪稳定，安尼会好搁较紧。哦，有道理呢。等下好衰也好衰也紧。喂，我知，我即马随过，好，拜拜。有公司要无用啊？我你紧去啊，我家去买着饮料。你讲我多？你袂记我的本道啊？送快递的呢，光会甲送会是我上内行的。你紧去无用啦，我一个人去买物件，较免陪你开讲。是讲你无讲，我袂记较早送快递。好啦，阿伯你豆豆说。我看任何代志吼，是敲电话老公，有代志哦，我来给签，先买过。钱用库创啊？
超人啊，敢听无？超人已经无用啦。哦，好了，你给我提转去啊，待会加班啊。是啊，哪会看来这紧张啊？我妈妈敢那身体无爽快，互人送去病院啊。啊，不过我阁有一件要送，我真正足烦恼的。是要送去倒位啊？附近尔啦，开车十分钟就到。我先来去哦。哎，不要替你送啦，我也有时间。你放心嘛，你袂去啊？较早我是咱公司送快递达成率上悬的呢，你紧看你妈较要紧啊。真的吗？好，介我请你食饭，免客气啊，明仔我。第三哦，多谢啊！安尼我上来去。嗯。走哪遐重着？应该是配件。我到这可靠线报，有个通缉犯竟然异想天开，用快递运送枪支，这个钱也赚啊，无见抓起来，咱规组包包起来。前天我甲小安讲啊，小安，现场部署完全你负责，咨询你完全听小安的。好，好，安尼再进去，看下看电影汇报。是。原来是这样哦，这较早就有真侪一挂奇奇怪怪的人在出店，唔知影包裹内底底啥。爹哦，打电话问看卖吼。哎，钱先生你好，这有你的包裹哦。你讲包裹，看看对面没写个啥。哦，没用恁啊，我今天不能签收呢。你那是今麦无用，无我看我再上来。就是我啦，我来签收。搞毁掉。哦。麻烦你签收去。没呢，慢啰嗦，你看好我。物件是为你送的，刚刚来警察局。我是天上送快递过来娘的。刚好拍摄啦，这是必要的程序，天刚到就走。做毕了，江江好意的先生，我来替你办告。啊，歹势啊，伊今麦阁袂用搞报嘞，啊，甲我等一下。先做明个，我某无缘无故去牵扯就这案件。然后我借问一下吼，安顺西安警官敢有伫办公室？多谢。我会当向您挂保证，江江好意绝对是无辜的，伊是光辉集团总经理夫人呢，伊要哪可能做这款代志啦？卡输伊是快递。伊会当我伊唔知啊，代志伊唔是啊。你无感觉这个疑点足大个吗？即马吼，唔管这新闻甲背景有偌大，一定吼爱甲调查出来。至少嘛爱甲查出送件的人是啥人啊，才有法度厘清案情啊。
伊只是替较早的同事斗三工，伊嘛唔知伊送的物件是啥。佳爱，于情于理你讲无，啊无于法都唔对。江好就话唔是快递，你帮上快递，迄个有法有什么问题啊？不知情状况下误送违禁品，伊嘛是夹带行为，迄是有罪。我要江好是不够的，啊无开始还款。那是安尼，我更加怀疑江好伊是欠我设计陷害的。而且我认为，枪支持有人极有可能就是老 K。老 K 一直跟黄飞鸿立为是死对头，跟光辉集团某一挂过节，伊极有可能是侠怨报复，这条哥设计陷害江江好啊。啊，既然安尼，就表示吼，老 K 设计成功啊。虽然哦，江江好是光辉集团的大新妇，但是咱嘛是意外因素啊。啊，不过他明明拢知江江好伊是无辜的啊。真正有问题是迄个老 K， 伊背后这么多不法组织，伊做这么多歹代志，还怪这么多人，当然应该两人是伊才对呢。局长，我认为这件代志，咱应该舍小取大，先把真正好绑转去，我还让去光辉集团做卧底啊。他说真正好绑出去，老 K 得知伊的计划失败，一定会后一步的动作，那恁是不是更有机会一旦抓到老 K？ 哎。啊！你较早是甲李家亮是男女呢？啊！你讲今去做滴，应该是无适合无。小安，家人去用收啊，我嘛做不忍心的。本来无爱做咱知法犯法的。哪里过来？阿六，阿娘。只要你愿意把我冒绑出来，回无罪释放，就由我来做卧底，跟老 K 应酬。今麦我冒无缘无故去牵涉到这个案件，恁阁唔肯给绑出来，连我嘛想要知影讲这個老 K 到底是啥。局长，我呢，就由我来假做是老 K， 想办法跟老 K 这大戏丢出来。李家亮，你有冇见过老 K 啊？你是要咱假做是伊？搁再讲，这过程真危险呢。你看他们叫你意气用事。是啊，我想不见过你啊。啊，恁在场呢？有谁见过老 K？ 老 K 就是利用一点，唔叫都米咧幕后咧做总经理，什么代志拢无当做。那恁为啥恁免利用一点？那个代志幕后较大，我就唔相信讲到时阵伊唔出面。你讲我是道理，啊，不过这语法不合，这风险就大个。风险？什么代志拢袂处理，才叫做风险啦！恁也知影，甲老客交界遐个人，因的背景拢是无单纯。局长，他如何讲起啊？只要愿意甲我冒绑出来，无罪释放，我愿意甲恁警方配合。而且所有风险，我个人承担，甲恁警方无关。安尼你就是地下线民咯。安尼我你一个月时间，到时阵啊无线索的时阵，我会起诉江江豪。我了解。是啊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讨论，你甲出钱。陈夏，你甲李家亮吼讨论后边清楚。行。你健康是不是应该我一个用卫星定位追踪器，还是讲七零七号啊？你真正足假的，连种办法你拢想会出来？你敢知老 K 是甚么款的人？伊之前一直在对付吴立伟，手下又可是谢元宝迄种粗残的人，万一恁若真正抓到，发生意外，恁要安怎？代志总是要人处理啊！而且即马无叫你关在内面的，我敢不可能决定掉？啊，恁健康呢？你健康咁差，快啲啊！孩子啦，我无怪你健康嘅意思啦，只不过即摆我冇话叫你砍杀掉，我咪想要知讲这老客到底是啥。我即摆若想到讲正好叫我关喺内面，我即一分钟我都袂动嘅。
烦恼啦，我有特别交代，袂互蒋浩受苦。我今仔日请因准备，一旦去外口出小办办，就当带蒋浩回去。我知。对，阿仔，是讲你是不是应该爱我知影，讲恁警方目前手头有诶老客所有资料，到时我较好做代志。这个部分其实我警方有诶资源嘛真有限，我只能确定的是，伊向副会长指挥了，是细汉时阵囡仔伴，啊，搁毕业以后就无联络啊。指挥了一直伫咧找伊，最近两个联络着啊，而且指挥了搁有咧替伊处理一寡代志。那恁你也建议咧？这时阵，只要有任何咱接近心爱人的方法，拢会想要去试看卖。就算敢若剩回忆，还是感觉伊搁伫咧身躯边。其实，你还是咱继续写评论信给伊啊，我的卡已经才当收到。还是我一个人在讲笑。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良心啊，别替我烦恼。花花的心就接受我一切，只是还有我淡薄时间。哎，你看，他刚有一个瓶中信呢，我去了，你看。过得很好，因为只要一看到你，我就觉得很温暖。这几天一直在下雨，我还在等，等彩虹出现，我就乘着彩虹到云端，每天为你带来一片云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替你挡太阳；阴天的时候，替你拨开阴霾，让阳光洒在你的身上。我的干掉
以后只要你抬头看见天空，就能感受到我对你的爱，像天空那样无限大。我也会跟着阳光偷偷地溜下来亲吻你，所以当你感受到太阳的温暖，感受到我的亲吻，一定要记得微笑哦，爱你的老婆。只要看到天空，爱想着一瞬对立的爱，不管是微风还是阳光，你都爱好好珍惜每一天。尤其世界上不要理我，想跟我出去叫那么想爱强调替我不许决定，什么不同我爸妈公主让咱这个台阶，你是要我已经搞明白了，就我爸妈不帮你吧，兄弟吧，希望大家把过来带你选等你，不允许放在讲到这个会所，今天去度了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代志，你哪个知影？一定无得话题。不用心啦，我来替你报修这笔。珍惜每一天，将来咱一定会团圆，这是咱的约束。你一定要等我。为着要甲蔡芳平啊，佮吴心怡这对翁仔要赶出去，逐天伫遐咧隔空隔空啦。结果咧，蔡阿青佮也是遐尼要紧因的想法，真正是有够可恶。我到底当时怎会当穿水衫？逐天咧隔空隔空，结果我还是这款的结果，真正是我气死人。我嘛真委屈啦，伫蔡青佮的面头前，个假孝子、假友好的囝婿，佮假你的好翁，我感觉真忝的。你讲嘞，即卖一个月才20万呐，算算够未好。对，贾长俊，你讲你做位好翁，你是嫁出来？无啦，伟伟，我无这個意思啦。你听我遐听重点，重点就是哦，咱为着蔡清溪付出遮尔啊多啊，尤其是你，过计算咧十岁智商遮尔啊辛苦对无？咱拢已经安尼做，伊阁要提防咱，实在有够可恶。我的牺牲这么大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爱演了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去消费。你现在出去，你让我看见。出去嘛，好的。你妈
替人出去看风水啊，谁会知影？我唔管啦，我即马就要想水水出去踅街啦。好，你要踅街无要紧，啊，不过绝对袂当穿安尼。你若穿到这么水，你转来的时候，互人看到，绝对有人去怀疑。我唔管啦，我唔来要穿水水，我干要化妆？哎呦，你若是要化妆，穿到水水，我这个月我都消啦。龙君啊，要跟我做？喂喂，你家己会晓画胭脂哦？哎呦，喂喂啊！你看啦，你胭脂画到歪去啦，不是安尼画啦。妈，你看画外国嘴，看故事书顶面那灰姑娘，都讲要画伊啦，画伊坐马车啦，参加舞会啦，啊个要画伊长水水啦。老公哥哥，啊，那无灰姑娘是安怎？你替我画好不好？啊！我感觉哪会感觉，但是敢若毋是像你所讲的安尼呢？啊，微微，敢若是要出去佚佗的款哦。啊，这个衫是安那？等下要选对是不穿哦？这裙遮短，哪有像灰姑娘咧穿的啦？我感觉较像现代辣妹哦。无啦无啦无啦，嘿！妈，你唔知微微看一本《灰姑娘》哦，伊内底就是安尼穿啊。哎，微微，老公哥替你画吼。阿妈唔捌看过，你画给阿妈看吼。两边爱画同款的。哎，微微啊，你看，你老公哥哥对你有够好的啦，你一定要珍惜哦，哈。哎，个宝姐啊。到顶去参加舞会，好不好？来，唔免，阿妈才坐会啊，唔免会。你家己会水水就好啊，哈。好，嘿嘿嘿嘿。阿舅妈，阿你唔是替人看风水，奈才紧就转来。喏，是安尼啦。阿着阮朋友临时讲有代志，甲我约两工啦。啊，我着想讲啊，雄雄有遮侪时间，不如来育幼院做义工。唔只会返来厝的，要找恁做伙去。欧妈，你做爱心嘞，那有闲哦，拢在做义工哦。这是一定来啊，对不？有时间，搁有气力，就加减啊共斗三工，加减啊共帮助袂歹，吼。对对对，加减做好代，以后才好报啊。哎呀，安尼想哟，安尼好。我听讲亲家吼，为着要互你照顾微微，会当无烦无恼，互你。一亿的信托财产对啊，遮侪钱，以后恁娘也毋免做啥物工课，逐个月拢有20万通开呢。既然安尼，一个月你摕2万就好啊，关好育幼院，遐小朋友真正足需要人帮助。是妈，妈叫阿妈呢，我袂叫。哎，要算要算。你看啦，我为即摆这个情形，真使人烦恼呢。而且以后哪个有啥物状况，医药费哦，管到惊死人啊！哦，尤其啦，即摆有啥物特殊的医疗有无？健保拢无咧支付的呢。莫讲20万，枕头凹凹就无去啊。啊，不过我看我为即摆拢伫咧厝，情况也无去病院啊。而且恁住伫咧厝，也无啥物开销啊。啊，既然有能力，就加减啊共帮助，安尼哪会歹啊？无啦，妈，你唔知，我是想着未来啊，对不？钱用剩的，我俭起来，俭起来以后袂有烦恼。大人还够细汉啊，以后什么上课咯、补习咯，学什么才艺，这拢钱呢。你莫用恁囝做借口啦，你家己拄仔毋是有讲过？平常时啊，着爱做善事，以后才有福报。讲过，虽袂记得晓。你记啊，无一万啊，以后逐个月捐1万给育幼院。啊，好啦好啦，1万就1万啦，够打算的。啊，既然恁两个即马无代志，
把我要带去洗面啦，带我来育幼院做义工。妈，你大哥管一万的呢，管去做义工哦。哎，彼番彼彼番彼无同款啦。人讲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既然你两行拢有，就两行拢出啦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喂，今仔日来做义工。啊，我的头壳，我的头壳足痛啊。喂喂啊！我哪会感觉你最近常常咧胸痛，感觉倒位疼倒位疼哈？你是不是应该爱去病院好好做一下检查咧？这身体若是有状况吼，一定爱把原因查出来才用。妈，免啦！你知影喂喂哦，我顶摆甲你讲过啊，就怎啊感觉不要打，所以顶摆不是腹肚枵、腹肚疼都分不出来。我甲你头疼哦，无啥要紧啊，我出去洗洗，得来做义工。做工啊！妈，吃果子。哇，你平常时教这些小朋友爱足有耐心的吼。应该啦。对，这是阮淡薄仔心意啦。啊，恁平时啊拢这么辛苦着，这么年糕啊，算是互你啊甲这小朋友加菜金啦。哎，小姐。啊，洪经理，真多谢恁嘞！等下我请阮行政同仁开一张发票互你，真多谢嘞。妈安尼讲啦，应该啊，算是对社会尽淡薄仔责任嘛，你讲对吼？对啦，陈老师。啊！恁即卖年纪小厨，一定足欠脚手的，所以我昨天带我的后生甲我的新妇因来斗三工，甲这个环境啊，变安尼清气清气。多谢啦，多谢。安尼，我先去开一张发票给你。多谢。麻烦。来呀，妈，你也来玩丢球。哎，方平呢？进来，甲恁姐泡下酒。才拄好，我着摕一寡物资要来给小朋友，是准备陪因耍啦。这有心，做个一个议员，居然咧这么关心社会，常常咧帮助弱势团体，实在是足难得的啦。是讲讲起嘛，歹势。我吼今仔嘛本身计福气，有关一班，啊嘛算是有尽淡薄仔心。本阮爸福气。系啊，你敢唔知？是安尼啦，啊，亲家有客哦，永俊甲伟伟因一约啦，啊，不过唔是做一摆，互伊是用信托的方式，啊，逐个月拢互伊二十万做生活费啊。这件代志我知啦。爸最后也是选择用信托的方式给钱互因，看起来爸真正有甲我甲信义的建议听入去。是讲方平。你甲信义即马过得安怎？还够有拍算，当时要搬转来？阮真好啦，多谢你的关心。其实我看会出来咧，你心肝内主要跟恁爸爸是关心伊的。人讲袂强，无计袂受的啦。有啥物代志袂用讲，袂用解决咧？过去你甲信义相伴大，啊，若真正有需要，我咪用替恁做公亲啊。哦，多谢你啊。这件代志，我会阁甲信义参详。我先去报应，小三行。姐姐，你报应哈？妈，你就给报应呢？让姐姐跟姐夫住外口是倒位的歹啊？你还没叫伊回来住，我甲厝内断肠走是倒位的好？嘿，无你讲的什么话啊？是啊，那恁姐也因回来厝内住，厝内乱糟糟。他就讲。你看伟伟唔就知啊？哦，讲来讲去，你扣分就对啊啦，无安尼啦。你也知哦，虽然伟伟伊受伤是事实，啊，不过方平因阿婆甲恁丈人爸是一家人，这嘛是事实啦。你做人惊啥呢？哈，若真正对迄个家有心，你就应该爱想办法帮助大家一家团圆，安尼唔才对。
好啦，我尽量。什么态度？讲安尼唔重要。啊对阿妈，你唔是爱阮两个来斗三工整理这个环境？袂要紧哦，我等下落雨就无材料整理啊。好啦，你甲维维去办公室，把迄碰衣拢搬满出来，把办公室摒清起来。好。妈，我们跟小朋友送球。不要动诶，你口口拢无做，是要送什么球啊？我来啊，我要去送球啊。好了，今天人就去算了。我就是知伊即马咧犯法，唔则惊伊了代志。没啦，啊看会着，未了什么代志啊？好。趁这机会，好好甲修理钱要来用。哎，你看你某在咧做肉店呢，你无落去救伊，赔偿紧。哎，妈，紧去啦！就皮的，竟然这么大力！不要紧啊，小朋友能欢喜就好啊。您就有爱心的呢，多谢您，我去无用啊。啊，不用做哩，不用做哩。来啦！啊，可死人了呐！我跟他讲，好好的碰你白搬，你要生球，这要怪谁？我是有够衰，好嘛，车哩！我跟你做伙哦，球牵个迷迷毛。你搁再怪我哈？今天若是无我，你敢有法度过遐尼舒适啊？上衰人就是我啦，什么代志拢无法度做，我唔管啦，我无想要去跟你小朋友啊啦。冷静，可冷静，你个说谎的。咱即马已经成功甲吴新义、蔡方平赶入去娶啊，你即马若是放弃，进前所有辛苦拢白了工啊。你干哪会晓出这个嘴？结果嘞，上忝的人拢是我呢。我知影你辛苦，啊，不过你嘛有看到啊，蔡清客是知影蔡方平过世哩，伊啥物拢不管，早起底过世哩啊，就连要给咱的钱，拢听蔡方平所讲的，信托管理，咱一个月领20万，20万呢，虽然讲也未死啊，啊，不过赚未饱啊。那你又搁安怎啊？什么又搁安怎嘞？你即马病也好，蔡清客也良心啊，蔡方平就会当回来。那恁咱要霸占因家的财产，一拖再拖，我跟你讲。拖就拖啊！每日蔡清客即马拢以为讲哦，我是伊的查某囝啦，伊也袂跟我要着啊，敢有差啊？太无差！你是半路才认的查某囝，人病啊，甲感情这么多年啊，啥感情好？啊，若这蔡方平真正搬回来。唔，那这财产还分伊一半咯，所有好处拢用伊占去啊！你袂唔甘愿啊？我看是你唔甘愿啊，一半就一半啊。卡出咱若是会当摕到蔡清客一半的财产，有敢那乌死人食清安嘞？是安那一定要摕到全部啊？够贪心的嘞！你嘛真奇怪，敢有人嫌钱多哦？
无法度，把伊立起来争争的。我无法度忍受啊！再落去，我绝对会气消。哎，莫做我，有话我讲啦。讲啥啦？你若是意见哦，你今日去嫁啦。我查甫不要你嫁查囝啦。啊，我有办法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会让阮娶亲兄乌钱出来，所以就是要忍耐，搁一阵啊，对无？喷剂啊，是恁新妇专工为阿妈敬的。伊讲啊，这房间内面啊，这香喷剂对阿妈的身体已经有帮助。这样啊，你才真有好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啊！瞧，卡细声嘞。那我才出去呢，阿母就变安尼啊？恁两个人是安怎顾阿妈的啊？人好好跟恁出去，结果嘞，昏迷不醒倒转来。阿姨，你无看阿妈今麦倒伫遮，较细声。你还搁敢讲？就是因为恁两个啦，你怎会是安怎啊？把阿妈当作是挡箭牌？哎呀，雪娇，妈今麦需要安静，你哪能大嘴声啦？什么代志恁出来外口讲啊？阿姊，我今麦是咧教性佳良，你莫搁想要为伊啊啦。雪娇啊，本来讲妈需要静养，你较细声一寡，你煞愈讲愈大声。不让伊母甲昏迷不醒，我连问都袂当问一个是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有听到无哈？我早都恁讲过啊啦，你后悔的时阵哦，伊拢是咧假友好。但即摆你出代志啊，我想要替你出一口气，伊拢无爱和我讲啊。好，我唔讲，就等你试过来，好好教训伊只不好子孙。雪娇啊，你安尼玩安尼吵，阿母就会精神啊是。是因为阿母无精神，我才来叫伊给我一个交代啊！但即摆是安怎？这个代志咱就转转线哦，哈！好，阿姨，你要交代是，我来讲。代志发生的经过是，我甲嘉亮带阿妈去买花，然后小静来找阮，我甲嘉亮先离开，哦，阿妈甲小静两人单独做伙。等阮回来的时阵，阿妈已经昏去啊，而且小静嘛无陪伫阿妈的身躯边。你莫想要后白讲啦！我回来的时阵，应该小静联络过来。伊讲阿妈是恁两个人吵出去哦，我甲嘉亮，阮两个人清清楚楚知影代志发生的经过。啊，若是小静的讲法，你要去问伊问较清楚，才会追究责任。啊，若无吼，我今日问到最后，恁两个人会冤家。你俩准讲你安尼讲，我就会相信。你若唔相信，你当叫小静来跟我对质啊，我倒位拢袂去，伫个只等。好，你放心，你应该问我，我会问我清楚。妈，你以后要离开进前，敢会当小尊重阮一下啊？我敢无落门啊？啊，你两个即摆穿安尼是要怎啊？我要去上班啦。什么时阵搁要去上班？小心啊！隔壁的公司若伫咧无闲，你的目神唔得爱较好诶，你唔得爱去照顾阿妈。阿妈有大妈咧顾啊，阿妈房间也无偌大。这么多人在那，对阿妈的身体也不好啊！你哪会这么戆啊？放给大房那边在照顾阿妈，阿妈现在哦是在昏迷不醒的，她的身体状况要怎样，还不知道呢。啊，若万不幸试过来，要交代遗言，咱二房这边无一个人在她的身躯边，啊，到时阵要分财产，不就靠大房那边手去啊？妈，你也当来救场阿妈哈？我只不过是把事实讲出来尔。因家阿妈哦，还敢昏迷不醒啦？然后再甲伊顾条条，讲什么话友好？伊根本就是咧孝顺你阿妈的财产。妈，你敢知你讲这话，但是叫阿妈听到，阿妈有艰苦无？即摆是安怎？我拄则去看恁阿妈，想要替恁阿妈出一口气，结果吼大伯那边哦，骂到我即摆几百道火呢，你搁想要甲我冤家呀？啊，够有小静，江浩拄啊讲，伊甲嘉亮带阿妈出去了，尾后你出现，伊就甲阿妈交予你咧管啊，是你害阿妈昏倒的哦。
我哪有啊？我只是传姜汤给阿妈啉，后来我就去洗手间啊。我回来的时阵，就看到阿妈昏倒呢。是嘉亮还佫有江浩陪在阿妈身躯边的，我底靠是因甲阿妈气到昏倒的。干嘛呢？哪里好？我去调附近的监视器出来看，看到底代志是安怎？妈，这是咱厝内底的代志，你敢会当莫闹到外口去啊？我是想要替你出气呢，你讲我伫咧闹代志。妈，今麦唔是处理代志的时阵啦，阿妈佫昏迷不醒呢，大家才尼烦恼，唔知阿妈当时才清醒起来。今麦唔是计较甚物人哦，谁唔对，甚物人唔对，这对阿妈这帮助都拢无啦。真正是天地颠倒病啊呢！我叫小金去顾阿妈，伊不爱去，你讲你替伊讲话，够应出应字哦。无猜我这尼啊用心计较，替你娶一个媳妇，要甲你斗三工化家，结果嘞，娶一个这尼无听话的媳妇，还结果变啊这尼不好啊！妈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不对啊！你无应该对待阿妈，就娶阿妈，今麦更加无应该，甲代志扛到小金的身躯顶去啊！代志就是因为伊才引起的，敢不是？小金，我是你的大家，我敢袂当讲你哈？我也无讲啥，你是安怎要对我起性地啊？你这是什么款态度哈？我是你的大家呢，这尔无家教，真正唔知你妈伫咧找谁来甲你教的？你敢会当卖嘛对我妈欣赏啊？那你就乖乖听我的话，去讲你阿妈。我都想跟我为你是无听到，我叫你去告你阿妈，跟你冤家冤怎？你都这是安怎救阿妈呀？我今嘛跟你冤家了，都是好命啦！你都这讲啥？我无家教，讲我后头厝的妈妈袂晓教三囡是毋？这话啊，拢是在顾你家己。小心，你也对妈讲这种话。我敢有讲唔对？伊平常时是安怎对待阿妈？都这过来救阿妈呢？伊的行为跟我比我较好，你凭什么教死我？好啊，你点去啦？应该是叫你妈点去。李佳敏，我是因为爱你才嫁给你，我嘛想要做恁李家乖巧的新媳妇。啊，不过我已经用心在做的哦。你妈是安怎对待我的？一直回来就跟我妈较无一块好啊。对啊，就是我嘛就八万斤，最后家己朝你这款查某里来摆弄你家。败嘛是因为你，卖开脱于别人身上，要怪就怪你家己啊！好话啦，妈刚才叫你去照顾阿妈呢，你都冤家呢！你别高兴，我来讲，我根本照顾阿妈一世人，妈妈可能你只冤家啦。佳敏去顾阿妈，阿妈若真正死过来，佳敏就知影所有真相啊！小金，我应该我的心里看得清楚啊。我来去顾阿妈。我讲过，因为我爱你，所以就算讲你妈气嫌我，搁批评我后头做妈妈，啊，不过为着你，我拢会当吞忍落来。我即马就去照顾阿妈。哇，搁你假可怜呐！大妈，那个你一个人来照顾阿妈？啊，你爸甲佳敏今晚上要准备上班啦。大妈。阿妈，我来照顾就好啦，我已经请假。免啦，你先去上班啦。阿妈，我来照顾就好啊。大妈，小金啊，拄则你妈妈已经来遮大细声啦。啊，我无想要你为着要照顾阿妈，无去上班，佮予伊有话讲。就是阮妈叫我来照顾阿妈，莫去上班的啊。你妈叫你来照顾阿妈？伊拄则来我的房间，甲我骂到臭头啊！
姑阿妈即马需要人照顾，我阁要上班，而且姑讲我是一个无家教的孙媳妇，连我后头厝的妈妈拢互伊骂惨了。即马连啥物拢咧怪我，阮阿母阁差一点仔为着即件代志有甲离婚。大妈，恁弟家的媳妇哦，真正有够歹做呀！叫我去上班的嘛是阮妈，叫我莫去上班的嘛是阮妈。你若是会当互我较好做人啊，拜托嘞，阿妈互我照顾就好啊。我拢已经讲到安尼啊，你阁唔答应吗？好啦，那无我叫阮妈来，你当面对伊讲，是你无想要互我照顾阿妈的，卡边你害我又阁互伊骂，安尼好不？既然你都讲到安尼啊，我妈即马互你照顾，我先来把伊的衫摕去洗洗啊。不过你也会见，阿妈嘴唇会较大，你爱摕个棉花棒捂一挂水，啊，把伊的嘴唇捂好大，好不？我知影。是你啦，害我互人骂到无一块好，即马阁要伺候你。你若真心哦，佳明一定会把我赶出去。拄则你迄个不孝媳妇已经咧纠缠我，我看你也是顺意伊，赶紧离开这世界。你要安尼玩我啊！你要甲阿妈的嘴唇问好淡，会甲阿妈会甲规身躯淡糊糊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外口有听到你玩个大细声？我只是无细里飞啊车道啊，我也不是专门照顾袂人的护士，这边哪会当怪我？我就知道你无法度照顾阿妈，我拄则毋是讲过来照顾就好啊。妈，你叫我来照顾阿妈，结果因拢袂放心，讲到袂输，我要甲阿妈害死共款。我到底应该安怎做啊？江浩，我拢已经叫小金莫去公司上班，好好照顾阿妈，你阁想要安怎？而且伊妈已经讲过啊，伊毋是挑工的，你敢就需要安尼哈？我答应。我想江浩应该是要跟阿妈，唔只系接受小金啦，这应该是误会，你莫想。哦，啊，你即卖意思就是讲，阮大家媳妇伫咧斗就对啊。哼，小金讲了无唔对啦，恁阿母两个人甲阿妈带出去，害阿妈出代志，即卖想要甲这个杀在小金的身躯顶。小金嘛应该来照顾阿妈，江浩我要讲伊伫咧害阿妈，哼，这真明显嘛，江浩就是想要甲小金收债啊。伊要让大家认为讲伊才是好媳妇。Man， 我无说你恶咯，啊，不过你就是在表现给大家看，你就是要叫大家恶咯，你敢不是？怪你这马阿妈昏迷不醒啊！就算讲你家害，伊也无可能起来讲给大家听啊。雪娇，你叫小青来照顾阿妈，你嘛无需要甲江浩讲干的啊。嘿啦，妈，大嫂不是你讲的迄款人啊。囡仔人有气无嘴啦。什么时阵啊？搁你客话安尼讲话？妈，小新若是甲阿妈照顾无好势，你着小新去甲大妈回就好啊，何必着讲到安尼，我大家无欢喜啊。应该有听小新解释哈，小新拢已经讲到安尼啊呢，伊还是唔肯放伊煞，啊我即个做大家煞唔免跳出来哦。那安尼，咱妈免叫小新来照顾阿妈啊。哦，你即摆意思是讲拢是我唔好就对啊？你是好阿妹啊？
你讲的是卢汉呀？你敢不知妈今麦对外口的刺激是欢迎的？你就是讲你安尼玩安尼吵，你听无笑？好啊，都莫当遮吵啦。照顾妈的责任吼，我一个人担起来就好啊。啊，若什么代志嘛，找我，我负责啦。安尼我感觉有清楚无？有听到无？那就听清楚，就弄出去。我妈好好休息。我袂当让因知影阿妈的目睭有被开过，阿那无，等因甲阿妈救起来，佳敏一定跟我离婚的。好，莫再想提啦。哎，那只小金哦，就跟阿姨同款啦。乌的要讲作是白白的，要讲作是乌的啦。拜托，甲恁当小学一下啦。静怡听，静怡出去，知无？我有啊，我常常话吼，这边听入去，这边就出去啊。就算讲拄着搁较生气的代志，我嘛是伫个房间顶头拍拍拍拍拍拍。离开这个门嘛是爱笑眯眯啊。啊你嘞？你都袂生气阿姨喏？啊，我袂生气的，我生气啦。是讲。我会徛在阿妈的立场去想啦，阿妈一定无希望讲厝内逐工咧吵吵闹闹，所以我一定来忍啦，知无？就是坦白讲，我即马哦，连都有小可同情阿姨。有一句话捌听过，夹肉三寸深的阴天狗，就是咧讲参像小金这种人，平常时来就咧点点点点，等下真正抓狂起来，吼，我来讲，阿姨就害啊！是讲咱大伯嘛是呢，你看爸真了够神。你嘛是伫学老歌？对哦，当然学老哩。妈恁唔敢哩啊！这个这个。你想看麦？较早你咧送快递的时阵，感觉遮尔啊无闲，遮尔啊辛苦着，啊，不过你着笑头笑面。即马嫁我了，就讲油头革面啦。阿爸咧，我若希望讲你会当知影，我娶你是要你幸福，希望你逐天都会当过到快乐。我嘛希望讲，不管有啥物代志，拢会当甲我讲，会当甲我参详。我真无希望你变做第二个妈，你放心啦，我无放你遐尼好过，我予你娶一个人，只要你好好爱我，我将将好的永远保持笑容，就像你拄识在我的时阵同款，充满活力。而且哦，我会陪伫阿妈的身躯边，好好照顾阿妈，一直到阿妈好起来为止。到时吼，阮大中小三个美女。对，他永远不会在你的身躯边对抗外来 Angel。老婆，多谢你。是讲敢真正能够娶到你啊？我不过跟你开玩笑好，卖这么有活力啊。对，我在上班啊，卖个别走，唔通袂记啊，你案件要处理好啦。我知啦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为什么我伫个警察局的时阵，人律师已经甲我交保啊？你隔足久的才来找我？无我啊，就我女警 Angel。无啦，那有过什么女警 Angel 啊？真正女警 Angel 早叫安陈先生签单了。我是咧甲伊讨论啦，看你这案件到底应该安怎处理，较多处理较上好，知无？嗯。好了，我出来。嗯。客户会来，我敢得。
生，这是你为你的流浪爸报的保单，请你看一下。意外险、寿险都已经做到够啊，保额嘛已经有够上悬。另外嘛，照贾先生的意思，被其他保险公司的保单，拢总的保险金额有1亿3000万，绝对会当予一个家庭上万的照顾，唔免有其他的烦恼。那是安尼，我着阮中人爸的身体是上较重要的，唔那是稳当的。还阁有真侪选民拢需要阮中人爸服务。伊最近受较操劳啦，看伊遮尔辛苦，嘛真有感。贾先生真正是真有心的。一定有你这种的竞赛，一定感觉足幸福的。若无自家的代志，我就先告辞啊。他说讲，阁有需要我的所在，阁拍电话给我。好，老兄，多谢你啊。这是你创新加工欠江倩倩的500万，今麦有用到。原来你之前一直不爱给我买名牌包包，一直跟我阻止，搁害我生气。原来你就是这款打算啊？是当然嘞，钱若提到手，袂倒开袂开，爱用投资才能赚更加多钱。是讲1亿3000万的保险金实在不俗。这一亿哦，唔只是钱，我若无参照蔡清溪这样打算，讲要给咱一亿啦。做放伫个信托，迄钱哦是看会着，吃袂着，敢有效？无唔对，咱就是爱保险，安尼大啦。啊，你也查保险无？是啊啦，伊是听着偌济啊，敢袂憋空啊？龙姐啊！啊！你最近有想要保险是？我拄才在外面有去拄到一个人，伊讲伊是保险公司的经理。哎，阿爸，我就想讲哦，退回卖保险啦，以后若阁有啥物状况哦，我就免烦恼啊。可能啦，我有话一直听讲，我讲保险保险，听会晓再讲保险。杨俊啊，你退回卖哦，真是做心的，我足欢喜。龙姐，以后若有啥物困难哦，你做你开出，知影无？妈，你唔通安尼讲啊！照顾慧慧是我责任，我上加希望的是，以后慧慧若有啥问题哦，我家己会当处理，莫劳烦着爸爸。一定，阿姐来介绍一下，什么代志你讲？我们爱处理淡薄仔代志，我是要甲尤俊生个来介绍的。哦。阿爸，无明仔阿月的代志我来做了，阿好阿月得去引导处理引导的代志。无啦，阿最近也无什么特别的这行程啦，阿无你就今仔先下班，较早等你休困吼。多谢一定，安尼我先过去啊。喂喂，阿今仔的铁佗了欢喜无？爸，微微这两天状况真好，你唔免烦恼啦。是讲最近有较寒呢，拜注意身体。微微若好嘛，我就好啦。当然啦，欢喜是上个重要。爸是咱在两条呢，是上个重要的人。对哦，今日我有买迄泡澡的药浴包，听讲泡泡哦，个人变作足精神的。好吧，按时回去的时阵，我给你捞烧水啦。你泡泡会当消毒你规间的疲劳。永进啊，你这样照顾慧慧，我对我很有心，多谢你。阿姐，我应该卖只客气。是啊，我要招你哦，做伙来做红烧狮子头，一定有比较爱食这個。
车作家。对不起，刚刚煮泡面，当时变作大葱泡菜。泡面姐，咱这哦，本来要是去狮子头，阿哥师大运动馆嘞，所以我这里做泡菜，一起来倒沙缸。你讲安尼，我马上可以做好不好？虽然我是无我妈这么高煮菜的天分呐，阿哥这菜哦，我煮菜这个大汉嘞，后壁我妈呐煮的时阵嘞，哪煮哪给我教。红烧狮子头是我妈拿手菜呢。这红烧狮子头嘛是我爸上怀念的一道菜。你看，咱若是安尼，是不是搁再应该做一下？不免啦，我惊我爸袂接受。免哪个啦？你袂记你生日迄天，院长搁专门走去看你哦。虽然讲伊表面上拢无爱承认，但对心内一定真正希望你会当回去。你看啊，这红烧狮子头就是恁父女和好的最佳良药。多谢你的好意啦，啊！不过我惊我爸看到我性格搁夹起来，大家也不敢无欢喜。免来会啦，你是一家伙安尼，有啥物代志是袂当解决的。只要你会当坐落好好讲，我相信一定一定还是会接受你。我嘛是安尼想啦，啊！不过这边看我爸遐尼生气，我真正愈来愈无信心啊。咱就要主动对伊好，主动去甲伊化解，好伊哦，连想要去拢去袂起来，对无？对。哇，伊就是你的爸爸呢。啊，你想要对家己爸爸好，就对家己爸爸好，这哪有啥？哪有啥物好纠结的啦？我知你即摆心内哦，一定就想认定的。既然若是安尼。你得把你的思念，阿哥你对伊的孝心，都会掺入去这狮子头内底。阿娘相信哦，等伊来吃着的时阵，会当感受到你啊。啊，我就不要煮食，要安怎做？非常要紧啊，等皇帝啊。阿梅姐，这都简单，对我做就好啊。惊的惊死人，好不好？你来这创啥？无我是无生目睭啊，你哦，无看到我咧甲恁囝收衫哦。这利息就好收啊，到还是这里收。哎，啊你这毋咧讲我讲工课无做好势款哦，哦你真无良心嘞！啊唔想看卖嘞，平常时啊拢是向你顾恁后生啊，是我这老的哦，哈、啊。
咧替恁囝六岁六月咧甲饲牛奶哦，啊你咧，你这爸爸有为做啥啊？无吃无啉，一天到，干来还甲恁某咧爬爬走咧，啊唔知咧变啥梦咧你。对啦，啊你这换一人徛遮创啥？无啦，你遐厝内小可去去，我出来透一口气。喷血，啊这寒着，这会肾痛哦。哈哈，肾骨嘛真正会怪，无，妈你不用，我先来，好。是客呢，你要对待人就干嘛伤无礼貌啊？啊，无你到底来这要创啥？伊完这红烧狮子头要去你有食，好袂？卡蛋，你物件我就会用啊，你得两走。这啥？我要看。看啥啦？囡仔人，这大人咧讲话，你莫插啦。真歹势啦，我拄则去停车，较慢起来。啥？来得及。一万就是一万啦，面皮会敢有较厚啦吼。啊，那了爸生气了，即马要倒来回事嘞，袂歹势。爸敢若无伫，你要另讲者。相公，你就无伫，我明明拄才才甲伊讲电话。这个蔡清溪，奈真尔难命。啊，姨丈，爸。双面，安尼管。安尼就对好啦，亲家呀，啊有啥物话，大家坐落好好讲哦。永俊啊，去电话底啊。姨丈，这红烧狮子头吼，是议员特别为你做的哦。啊，内底哦，唔那食材真健康，啊，佫有加议员伊爱心。哦。方平真有心呢，这狮子头食起。滋味绝对无同款的啦。嗯。不管怎啦，亲情才是永远的。啊，虽然讲有一部话，大家讲袂出嘴，但我相信，互相应该拢真了解。你们对你的好心，你应该比相当更加清楚啊，对不？我呀，什么人拢会当讲啊？我那真正真了好心，当初都要为着恁翁，我管爸会死我，怎要等来回？我那感觉听起来哦，淡薄超过。哎，我是倒要超过。方平是亲家的查某囝呢，白囝亲情是永远拢斩袂断的啦。我无爱体会恁丈人爸的心情，真害。一定是你看卖。狮子头，那遐像美国当年做的口味。叫狮子头内面是啥物？那甲外口食的口味都无同款啊！啊，这狮子头有加豆腐伫内底啦，所以哦，口同款。美国当年做狮子头，卖掺豆腐，
这才是足怀念的。看见方平今仔日来，伊心肝内真正搁在挂念我这个老爸。伊即摆是刚找一个理由，想要甲我这个老爸好好呢。意外，你有啥物话，趁即摆好好甲姨丈讲啊。嘿啦，方平啊，有啥物话哦，爱讲出来，唔通藏在心肝内，讲互你爸爸了解，紧。我出去了，我就知影，我就想你的。我嘛知影讲，你为着信义的想法，恁两个有冤家，我伫遮代替信义给你回信的啦。爸，你嘛知影讲哦，信义个性较刁滴，伊无歹意啦。为着即马妹妹嘛回来啊，咱敢会当把这不欢喜的代志当放下过去啊？姐姐，你安尼讲是咧模糊焦点哦，这代志是无得解决的。我拄才讲的话，都为你唔对啊。逐句拢对，但毋过比重就轻。恁翁就是根本无徛咧爸爸立场体系上。不管是爸爸管所的代志，还是维维的代志，伊拢共款。啊，那今仔日哦，伊无亲身来向爸回信嘞，爸就原谅伊啊。连刚拄着共款的代志，伊嘛反背爸爸和爸位呢。什么反背啊？你敢会当卖一直讲你姐夫的歹话？是有较歹听啦，啊，不过是事实。爸，自头到尾你亲目睭看到，亲耳听到，我敢有听差听会到？啊，这姐夫伊就事实。无将你的话放伫生活内嘛？胜奇哦，这回是你要让我足失望的。永俊啊，爸吃无简单，才无生气，厝内面嘛较平静。你敢会当卖讲讲这话，让大家生气？你真正是唯恐天下不乱呢。平静，徛伫你的立场是平静，啊，我为怎么变成安尼呢？平静这两年我唔敢讲出嘴。至少即摆有话是平安回来啊，而且伊的状况嘛比较早好真济啊。好，安尼戆戆呆呆叫做比较早好真济哦。哎，我讲这警察嘛真基本，你有闲哦来罢工这者，我不如好好做你的人民保姆可以。贾永俊，你跟我较差不多的，我是我在跟你教哟，叫你都爱用歹听话讲糟蹋讲消遣哟。好。从今麦开始，我一句话拢卖讲。啊，那阮慧慧今日变到安尼哦，阮平安的梦，是阮家己做啊，所以连一句话拢未讲，嘛未妥的，哈。爸，我知之前母家真无欢喜，我嘛真艰苦。啊！不过咱敢会当把这种无欢喜的代志放下袂记的，好不？娶家大门的，永远要拍开，你随时就当回来。也不过是你，不是信义。爸，我话已经讲清楚了，我袂阁讲第二遍。小姨，有啊，你刚刚一定要讲看卖的啦，无路用啦，阮爸还跟你生气，伊的心肝都唔透开，唔肯原谅信义，唔可能袂当爱。啊，方平啊，我们快走啦。在这狮子头，哇哇，那叫胖，这就好吃。
真假你不爱食人吼？哦，我莫去买灶脚头来食。啊，不，行嘛，那是阮查某囝专工要摕来化解，你咪规个拢忙起来。实在有够超过啦！想我把蔡芳平赶出去，竟然来这安城市，一日到晚甲爸咧搞搞的。今日如何？两个做伙来？哼，搁做伙煮饭哦，真正是姐妹情深，一看就想要吐。我若继续跟接触落去哦，那蔡芳平搬回来，我再带钱去甲安城市的代志来一扛。这时间。你若知影临时的情形怎样，以后咱是一定会偷偷转去。啊，哪里是安怎啊？老公，你赶紧想些办法啦！哎妈，啊外口唔是有人客伫个，哪会走人房间？嗯。哎，到方平啊，唔是咩人客啊，伊本来就是这个家一份子啊。哎，方平这个查囡仔，本来就足友好。啊！即马煞为着因翁信义的代志，甲亲家母甲遮尔啊无欢喜。我相信，伊夹伫中央一定足歹做啦，心肝一定足艰苦。是姐姐甲伊决定讲要徛伫个姐夫伊面了，爸生气啊！你搁替伊咧讲话。本来就是啊，喙齿就会夹着齿啊，何况是一家人，加加减减拢会起误会，起冤嘛。唉，不再讲啦。啊，方平这个查囡仔吼，这乖这善良，啊，对因爸爸嘛真友好，我看得出来，伊是真正关心因爸爸的。所以讲，照你讲，咱一定爱想办法帮助伊，让伊早一天会当阁转来这个家庭。啊，不过，我总感觉，恁来颠倒一直咧煽动亲家，想要害因爸仔失父。我哪有啊？我讲的拢是事实。我讲的嘛是事实啦。你上好是唔通袂记得，当初女人一直生出来，我都送互你听。这囡仔会甲恁阿母带来荣华富贵，是天公伯予恁的福报。啊，不过恁一定要守好，爱知影珍惜，爱心存善良。我甲你送过，那依恋。你是上关键的钱，他说讲你若袂晓想，唔知爱好好啊做人，一尴尬，心肝拢想一挂有空无顺的想要害人的代志，我甲你保证，将来你绝对一无所获。妈，我哪有害人啊？啊，认真讲起来哦，是阮月月害人害的。自女人生落来了后，阮就开始做好人，做好人做甲互人欺负，你也毋是毋捌看过。我拢看在眼内，永俊，你是妈妈的囝，是我疼巴肚皮才把你生落来，我敢无希望看到你幸福快乐？假使讲真正有人要跟你相争，只要你是对的，是对方无理，那恁妈妈就算我拼这条老命，我嘛会徛在你这边，我真正无希望看到你出代志。我即摆就好好无代志，硬要讲我出代志。无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我为即摆变作安尼，算是阮两个报应啊。你认为讲即摆安尼是报应？啊，不过照我咧看，恁报应还未开始。无嘛，你讲还未开始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家己好好想，我为了国家钱，你还知影？天下父母心，天下无一个父母会希望看到家己的囝儿是生出代志，尤其是你今嘛，家己有某有囝吼，爱较会晓想的，我拜托你，莫阁让妈替你烦恼，好不？没啦，妈，我袂让你烦恼啦。我会好好照顾维维，照顾如琳，因为爱代志哦，我拢完成好。
心中跟要跳出来呢。没啦，卖家己咧讲家己。是讲，妈拄则讲的遐个话，你袂感觉妈敢知影啥？以我咧听，应该讲唔知影。恁查某人就安尼乌白想，咱即马搁较重要的是，看伊想一个办法，用其他的方式为伊撮亲囝仔省淡薄钱过来。对，啊，若无我逐工安尼急空急空，是急坏大哦。放心，只要我提的，按照计划落去行，就一定无代志。我一定要好食好睡，甲食物好好。啊，若无伊的心情不好，对阮的感情一点仔帮助拢无。佳明，你下班啦？嗯。咱做伙去食暗顿好不好？天气遮尼啊寒，咱去食酸菜锅。阿妈今麦搁在眠床顶呢，还袂清醒呢。你个是毋是讲要出去食饭啊？食饭嘛袂用的哦，我是看你的心情无好，才会想讲约你出去外口食饭。好啊，咱若是安尼哦，那我会带，咱提顿去厝内，甲大家做伙食咧陪阿妈。咱敢袂当有家己的生活？有倒一个家庭无是大人，是大人需要人照顾的时阵，咱就好好友好伊。啊，不过即摆只不过是食一顿饭，你也唔肯。安尼，咱是要安怎好好过生活？我今嘛无迄个心情啦。你是无迄个心情，还是阿哥来陪我？你哪安尼问啊？正好不来我的时阵，你也无听我出声。是安怎我做啥，拢有人骂我、质疑我。我为着你，什么代志我拢吞忍落来啊？你搁要怪我？我是想要了解，先那别人照顾阿妈无代志，你照顾阿妈这么侪问题，这么侪是非哈？迄拢是伊的问题啊！因惊我会收走，因伫阿妈心目中的地位。我讲唔是安尼想的呢，老金，我感觉你即马甲结婚前无同款啊。结婚前，你对妈袂安尼应水应节，对阿妈嘛真关心哦。也毋过你即马对妈大细声，佮对阿妈代志无要无紧。到底是你变啦，你也是我根本就无了解你啊！这客倒来，明仔载就会回来。我明仔载开始，你除了是离家了以外，另外一个是啥物？客倒要回来这件代志，你千万唔通甲任何人讲起。啊！你这么侪年，都见着客倒来啊，你哪会记得伊？我知伊的外表改变真大，但是我无啥物变啦。贾永俊，你是不是好生买啦？上楼应康安啊，所以大家拢叫你康安啊。安尼唔是康安。让我懂啊，让我懂啊，哪里？在你身边，听你讲一句晚安。这个厝内，因为有你才圆满。顾我三顿。听你讲疼，陪我打拼付出青春，时时拢有你的安稳。今生有你陪伴，将我的手牵条条。
定定到老。